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？会啊，会一直找吗？会啊，会一直找到死吗？会啊。你撒谎。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州河，沿着河流而下，从西向东，穿过上海。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、故事、记忆，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。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这里，他们靠这条河流生活，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。在河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，看的时间长了，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，看到劳动的人们，看到友谊，看到父亲和孩子，看到孤独。我还曾经在一条驳船上看见过一个婴儿的降生，看见过一个女孩子从桥上跳下苏州河，看见过一对年轻恋人的尸体被警察从水里拖起来。关于爱情，我想说，我曾经有一次看见过一条美人鱼，它坐在泥泞的河岸上，梳理着自己金黄色的头发。别信我，我在撒谎。